这部剧一定是特别有意义的一部剧，对，不像是传统的那种青春偶像剧一样，它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在。讲的是一个关于理想的故事，我希望通过安德广厦千万间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建筑系建筑学背后的故事，同样也知道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因为是现代戏嘛，然后就感觉很浪漫，然后他脱离了诗歌的那层意思以后，就完全就是一个很现代很阳光很正能量的一个清醒的剧吧。我第一次知道我要拍这部剧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古装戏，对，就这名字太复古了。后来我才知道啊，这是一个讲述一群建筑学生的爱情，然后校园生活这样一个戏，我还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一句话它是一种情怀，然后其实我们在这部戏当中有很多体现出来这种情怀。来之前觉得可能两个月很漫长。这个角色对我挑战性还是蛮大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学渣，以你们俩现在的成绩谁都没有得意的可能。这是滨海大学的第一班，他都是精英的精英，虽然也有苦也有累，但是这次的体验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体验，内心特别激动，这么多杀青了，但是呢还有一些是不适。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去演这样的角色，然后其实我对我自己也是个挑战。走，别动，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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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跑附近的公司。希望大家杀青以后，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那你还想杀青吗？祝我们每个无数的人杀青快乐。我要是我以前做的一些不熟悉的电影。谢谢你。苏若飞，杀青杀敌。广大千万间杀青。